各位同学，大家安安。啊，来到这，最难能可贵，就是咱这间大厅内面一挂杯仔。这杯仔有那代表台湾的本土文化。会记你讲做囡仔的时阵，那特别落雨，杯仔就会出来赢赢杯。那看到杯仔，就知影讲啊，特别落雨啦。所以咱内面有杯仔，有可能较暗，或者是明仔载会落雨。台湾讲起是好所在，尤其这间学校符合做台湾大学。这算有介绍，你们当店当有钱啊！在世界上，大专院校受承认呢，咱台湾是台湾大学，啊，那银行是算台湾银行。那合作台湾呢，拢真好听，啊，感觉真亲切感。所以台湾出咱这款主题。讲起，这是难能可贵，因为咱拢认真去拍拼、去努力。今仔日受邀请来台湾大学五六天，真感谢这个社团给我这个机会。啊，这个、同学伫遮早未困，讲起精神可嘉。五六天来遮，会当讲一挂咱较早做囡仔的古早代志，互咱回味。因为有可能伫遮的同学。真侪人住伫南部，有诶住伫中部兼北部，啊，即个同学所分布诶是台湾真侪角落。也叫我五天来，敢若有一部好，就是所讲诶台湾话是纯粹诶台湾腔，台湾话叫我六天统一啦。较早咧讲台湾话，有啥物陆港腔、南部腔。行台北腔，也五六天伫电台长期伫广告，也我拢用纯粹咱嘉南平原的一款台湾话伫讲，所以真个听拢全有个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感觉这语言有带淡薄仔地方味，较有意思。你想讲伫讲国语，也若真正台湾人讲国语有台湾腔，这毋是见笑，这才是纯真。像咱可爱杨干伯啊。啊！伊在讲的国语啊，都真可爱。迄人有担当，有作为的人，才会讲像伊迄个方式。啊，那像咱可爱的大头阿祥就无同啊。啊，高雄市长叫我做到讲国语加耕机。啊，你看，伊都这样就是这样，伊都这样是的。啊，听到就艰苦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讲话有带无方言。这是叫做无文本。你像讲啊，伫这个美国嘛同款，因那美国人去学英语，还是学法国语，有那有带淡薄啊英语腔，这样呢才有意思。人都唔免得较脱胎换骨，为着要追求名利，也从家己个本甲入去这里，叫做无饮水思源。所以台湾人的这代，跟阮做囡仔迄代有无相像的所在。就是讲，阮做囡仔迄代，当然我听各位年纪离无真远，唔过那六年都差一起啦。啊，所以差一起，就是六年一个调低。像咱这个国民社会的教育，一届定六年啊，这真好定。通常一个人的思想、今日做法，若要改变，要差不多六冬。六冬才有可能一个人的气质会当好，那素质的人真正会当落花顺清。所以人较早咧学西仔工，讲爱学三年八个月，这是真诶，毋是假的。所以六年诶，会当改变一个时代。也伫六年漫长诶岁月里，伊使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这个囡仔呐，十二岁，六冬后你长到十八岁啦，啊，十八岁就成年啦，就大人啦。所以这个六冬讲起长啊长，短啊短。也伫阮做囡仔迄段时间，台湾人的生活中规中矩。啥物叫做中规中矩呢？伊都生活伫迄款真满足面，
不管好业也善，大家拢安居乐业。啊，即卖呢，生活较无同啊。啊，即卖的生活，大家较追求名利，较生活的浮华。伫阮做囡仔时阵，那拜拜，一当食到一粒丸啊，啊是着啉一杯汽水，迄度安尼足满足。迄杯汽水唔敢做一水啉甲了，都温了啊，安尼装安尼装，啊用纸安尼拿，想讲就惊了安尼。我所以杯汽水呢，都啉差不多点外钟。要那拜拜的时阵，用一支纸去签完啊，那签三粒，啊大家路连行，也都烧一人牙头甲你看，啊咱做囡仔为着要养，只得食嘞第五粒啊。啊，实在三粒丸仔拢无食落安尼，都唔敢加落去，加落就无去啊！啊，迄阵个人金满足，啊那有一个亲戚来，啊老爸老母就真欢喜，啊喜人门暖，赶紧就抬家抬阿请人客，也感觉这个人情味真高。啊，即卖无讲啦，啊即卖因为吼、啊、有迄个直播的电话，啊那想讲要问一个安，还是讲要报一个忧？当当塞塞啊，电话就会当做代表啊拨嘞，啊几秒钟啊就会当通话。啊高速公路一个开通，啊造成咱这个交通呢真敏捷。台北到高雄，那较够开车四点钟就到，较含慢的就五点外钟。啊所以呢，这变成人情加人情的交往啊，就会感觉真接近。啊伫这款经营啊，会产生人的生活较紧张。压力较重，那若以我的个性，我是向往做囡仔迄款生活，迄款咧蚁族啊，吼、哦、啊臭头的时阵，得用剃光头，剃头都咧吸迄个味啊。做囡仔时阵啊，得用剃头，那是用剃头都咧吸好壳，那头壳中心吸着拢会酸啊。所以迄阵咧剃头一个才靠半尔，啊一个拢剃点外钟啊。什么咧剃头无同啊？剃刷，就甲你问看看咩马杀鸡。啊，做囡仔真水啊，有学生证啊。五六天，伫电台从事广告的工作，前前后后，拄啊差不多十七档。伫起先，哪里电台广告，受到压力真重，迄是咱个人的心理里顶压力，因为一寡咱的亲戚朋友。听到讲咱伫电台的广告，不但无甲咱娱乐，佮讲红诶无出息，做红路啊！咱也听到足艰苦个。了后啊，伫这个差不多十二三档迄段时间，渐渐这个社会有咧肯定这个工课，事后到较今啊，啊，咱这个社会各界站对这个广告行业有咧注重，也。尤其今啊，就咱得提倡本土文化，所以咱这款人呢，都变成像拉条，啊，家己点么都得照顾别人。也十几年来，熟悉的电台真正服务的时间，真正广告的，拢拢到到的无上三档。像恁今啊听到的故事，拢颠倒的啊，迄拢旧年报刷，佮认出来花呢。啊，像较早。在讲《三国演义》最后段，伊若继续我讲话，这个故事一定会真受欢迎，因为我自原作的精神加入我本身的思想，所以迄融合起来物件一定也搁较精彩。尤其我这叛逆性的人，对故事中的英雄事迹拢会较评判，所以《三国》最后段啊，这历史故事呢，那播一两个月啊，啊，就用检举。啊，讲个台湾是摸要不要播满天下？啊，这人啊，吃饱上瘾啊，写批新闻叫蒙假，啊，就讲啊，我讲了唔对呀，像个故事中都袂安尼，啊，我别讲，啊，顶官不明就里，啊，就做这个节目，甲你填补。啊，讲起来这填补对咱是无损失，因为咱唔是爱广告，像我落天的电台广告，有诶想讲，绝对经济真富足。一定赚真侪钱，这点我甲各位澄清。参照公务人员到这点呢，一个月领两万七千四，这是按米贴挂宿舍费啊。两万外块，
实际情形对我来讲，我已经真满足啊。因为我本人呢，有那是思想伫较早的生活，所以真质量。也好个在厝里会当过，伫开一间汉油店，我老爸也搞做生意。若要来看鼻孔，拢先刷高母来看胃啊。然后当时啊，目倒疼，先刷高母来看神路。我说我老爸啊，我那他们做生意，等于足够趁钱。平桥看过病，当然拢长路啊，大家都酸啊。讲金鸡同迄个吴斌做夭寿的，一个目睭疼，含胃病煞落来啊。我老爸啊，这个人故意的，这是半讲笑，伊也是老一代的思想，所以咱咧从事这个工课，厝人对咱真支持。那事实上讲，咱所受到的艰苦是足济，他都我所来讲。讲是安怎故事，讲一半也无讲。啊，较早我讲《三国演义》，呀，你讲关公偌神圣，为着要保护老婆母，呀，无爱互感觉讲查甫人惊主人困同间房间有啥物暧昧，所以分店就点蜡条，啊，待遐看册。啊，蜡条一个倒灭了啊，你会赶紧自蜡台又搁洗倒头，搁再点一摆。啊，我就甲讲。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，甲是做人以上，对一个无爱尽虚实。所以呢，故事中我就甲讲，关公不是走去开查某。啊，这个代志呢，煞造成社会足大的变异。啊，因为这个代志变成新闻报纸也较无爱登五六天的技术，就拿我的新闻。除了骂我以外，那好诶，总编辑片就压起啊，这个不能登啊！啊，专省呢，三四金标给他提出告诉，讲我侮辱先贤呐。那呢，继续讲落，关公无人要去拜啊。这达到几个文主公乡客怎啊登呢？那这个亭伫台北法院开，这个检察官叫做林开仁，台南人，这算我那真开明。阮哥拢总有七八个委员会委员拢去，啊，即拢老伙仔拢挂目镜，哎，怕唔爱惊我呢？得讲话也皮皮出来，讲你头头讲慢讲，即有你的机会啊！啊，检察官来问讲你是安怎过五六天？伊讲哦，伊讲关公去开查某啊，车林无安尼写，啊，即若去开落，无人要拜啦。检察官讲啊，关公是啥人？啊，关公在阮内面你先声明啊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那个大刀的啦，这检察官甲问讲，呀，关公未曾死，进前敢是人？哦，伊未曾做神，未曾死嘛是人。伊讲哟，人是无唔对死，伊才做神的啦。检察官甲讲，那人拢会开查某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案件含蒙我都无啊，怎啊不起诉处分？所以这个三国演义怎么在讲呢？差不多是民国七十二年的款，啊，真轰动。可能各位同学迄阵无印象，但是叫停步了后，五六天怎啊讲水浒传，讲武松怕虎，啊，这个代志啊，产生真侪这学者，甲五六天比较啊，因讲五六天在讲我别讲啊，因为武松讲真勇，经验讲官兵怕虎，我感觉这不合理。因为人的体能有一定的结束，啊，各位如果那是运动的，恁就知影。伫拍拳击分有顶级、轻兵、轻力、轻顶，伊个四公斤一级，迄真公平。啊，这个比赛拍十五回合，要练十五回合都无简单呐。啊，咱咧讲这个代志本身都爱行迄个逻辑有符合。咱像是成龙的电影，一日拍点外钟拢拍饱外拢未喘。一只好，惊一个人要搏斗，人绝对不是好的对手。啊，咱甲对面古早去较用都无可能。你看西班牙的斗牛，迄牛走出来，先用枪甲射，射两三支枪，射后这只牛流血，互伊体能直直降，降甲惊人的体力差不多，才互你斗牛。这好本身无输牛，好呢是山中之林，林中之霸，人讲灵魂火风。较早小说在讲讲灵若要出来吼，魂大天；火若要出哪，风出秀。所以呢，这火代表是足凶猛。那你武松啉一挂烧酒，酒醉起来就要拍一只火。这只火呢，
那不是足烂，无就破病，拄啊买起个火车号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伫故事中就甲讲，我讲这阴阳是何里何度造成的，武上无啥要用，这只好啊，拄啊衰小。啊，故事中我是安尼甲写实，我讲武上啊，拄啊酒醉，啊酒醉的时阵怎啊去困，啊倒咧眠眠，啊梦啊一个高龙人来甲电，啊武上会出手拍梦啊。啊，这只好是看到遐倒一个人，佮食酒酒醉，伊想讲啊，这个人稳死个啊，啊，这顿佮真好顿，所以这只好就安尼有来要夹武雄，啊，一个拄啊有来当中，同一时间一只蚊啊来夹武雄顶嘴皮，啊，武雄无意中手举个要拍这只蚊啊，怎去扇着这只好个嘴皮？啊，这只好拄啊迄个牙尾啊尾力，人迄只血管啊拄啊要紧个，扇一个怎啊血管断个怎啊中风啊？我一个公安呢，吼、哦，批接到真济。啊，这人大家都讲哦，无影无食人个最后段那些武雄是英勇好汉、侠义之客，啊，有可能像你五六天咧讲个，讲是五手拍死虎，拄啊好水气定，迄条筋拄啊好血管要断个。我是甲讲，恁也无看，我也无看，要请大家来请吼。哦、啊，到尾啊，五六天证书啊，报到七十九级就要停步啊。停播的理由就是讲吼，我的故事惊完全无符合，所以停止播出。啊，因咧停止播出，足简单嘞，无足复杂。到一条公司去电台吼，袂属于看到阿伯啊呢，惊啊要死。所以讲五六天你卖讲啊。了后呢，我怎啊讲聊天钉？聊天钉有呐多灾多难，像今物咧听一点钟，拢变差不多剩四十五分，有当时啊。剩五十分就算足好啊，也无就剩五十二分，因为遐话拢有假的，也一半句话就呢未报一个，就无法报出来。啊，事实上讲啊，这是对这听众无尊重。道理上讲，咱所讲的话，逐句都会报出。像咱这款人的涵养跟思想，他有刻意对要自古书当作武器，当作工具，那是讲出来对我大家娱乐，安定民心。有当时啊，伫故事中，咱也搁咧看人做好，就搁用酸的呢。啊！你像讲五六天，叫人唔通跋筊，跋筊会倾家荡产，就真经捌有迄个罗马无理解卡片来威胁，讲你若要学别讲会收台，阮筊若收起要食啥？也伫故事中，宽坑甲一寡族人都爱做好，相互告主，唔通去学别讨鸡鸭讨个也要，因遐一寡族人连名写批来投个妇女会啊，直直累啊。讲五六天，阮偷听你收看，你讲你个歌卖讲完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从事这个行业，费用参半，讲起来呢，有那困扰足济。啊，即卖咧讲较顺啦，最近的故事较平安，但是呢，内面的情节受删减的，还阁算足济。也广告已经发展到一款语言文学，即件较早呢，完全无同的形态。伫以前的广告是有原作。啊，即马伫广告那原作较无人要听，因为迄小说大家拢已经会晓背念啊，大家拢有看过啊，所以有看过的小说用语言伫要表达互听，人较袂集中。啊，五六天独创，另外用一款形态，自即个广告改改革出说书，用另外一款格调，啊，掺一寡较有玄机的铁学伫故事中，也批评一寡事情。融入故事中，所以呢，这个故事在讲，即马跟英国完全无同，所以即马在听过的阶层，无论上中下拢总有。那我咧讲过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真平准，也未替一个人特别高功颂德，也未贬低某一个人。不过伫故事中，咱若安尼单纯咧听故事，无什么意思。你若安尼斟酌甲听，斟酌甲播，迄内面有味，像咧薄草干啊，真甘。那听我的故事，单纯的故事在听，唔通听，无采你的健康。也你若如果用心来听，每两点钟拢有个解答。要五六天的广告，拢总用台语。啊，曾经有人建议讲五六天，你的广告太慢呢，用国语讲一半站啊。如果乃当用国语来广告，是毋是表达也佫较好？无定安尼呢，有关单位对你也佫较尊敬，无定还佫甲你捧场。啊，所以呢，当时惊我考进去合唱会，大家都招生，
啊，像可爱李济准，即马现在去中共做节目组长，啊，伊咧讲国语拢敢攻击台湾人咧，干足够诶。我五六天无啊多咧，啊，我这个人呢，你叫我讲讲国语，我是要讲啊，唔过看场合，真哩不需要诶，我甘愿用台湾话，因为这台湾话有台湾话味咧。有诶讲台湾话较粗俗，台湾话较无水准，其实呢，这是二等国民的看法，这是咧糟蹋台湾人。今仔日伫台湾的2000万百姓，大至少，无论是食的一双猪，穿的一双目镜，拢总是即讲台湾话赚来咧互恁食。各位，这难能可贵，有影无？恁斟酌想，我无替上讲话。打三轮车，有那都即讲台湾话。你要上计程车啊，90%讲台湾话。你得要去吃一碗碗粿嘛，就讲台湾话。所以这个台湾话教育的经济，平均台湾一年1亿，台湾话占教育的9000万呢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唔通忘本。这台湾话他也无雅气，你想讲台湾话一寡迄个要讲雅气的话，听起嘛真好听。啊，顶天去淡江大学，我咧讲凊彩一句话。伫连环炮咧甲访问，我也讲一句话，本来未报出来，我是甲写书面资料去甲解说，才我报。讲啊，你要食什么物件啊？凊彩啊，这凊彩两句乱啊去，你敢知？佮英语包括日本的上好听的形容名呢？主人本身准备咖啡，准备牛奶，准备红茶，请这个人客要食凊彩，就是讲请你菜瓜，请就是讲凊彩的请，一菜就是菜瓜的菜。那菜瓜的菜啦，啊，凊彩，看是要啉红茶啊，啉咖啡，让你主人注意到，看你凊彩乱啊去，啊，要倒听这啊。所以这句凊彩，五六天到底我就讲，干那凊彩一句话，我真的讲的凊彩，都已经中啊去啦，请你菜瓜，主人看是要我啉咖啡啊，啉红茶，所以讲啊。你要啉啥？凊彩，互你猜骨头意思。所以这台湾话真雅气。啊，这个台湾话有一个彪悍的性格。你有感觉这个台湾话，迄、那个亚文方面，你讲起来真有一个查甫人味，较袂安尼娘娘腔。所以我甲各位讲一个名语，那迄个玻璃圈的人绝对讲袂出台湾话，因为台湾话绝对袂去玻璃圈呐、啊。有的在讲五六天在讲的胖有事实，恁会当对恁边的朋友甲检讨。迄落讲话呐，年呢，都行路有左人形体，台湾话讲袂好听。迄台湾话在讲是臭酸椒哩。啊，伫这款情形下，他有可能去做囡仔体，去同性恋，这种查甫人的开口。有的在讲这臭歹听，酸歹听。当然，这看你安怎用。你像两个朋友熟识真久，啊无见面，相拥一个看，干那你也来哦。啊，各位，看这偌好听，偌热情，听起偌亲切。但是，干那迄种干，你那如果用唔到，又佫无同哦。你干恁袂啉看嘛嘞，叫恁袂佮你拍干。所以呢，对面一句迄话啊，台湾话讲起无同款，啊，这难怪。咱的祖先当时过来台湾，那不是迄条无当专家，你大陆拢带袂落啊，才要收过来吃哩。那你还好过，啥要走啊？所以咱的祖先当时那不是你大陆犯罪，啊，无得政治犯，都啊交代办啊。啊，各位这千千万空呢，你想讲明朝都要变清朝，在这个阶段上面超高足，啊，一挂人爱走路啊，啊，走路因就坐船啊。啊！即阵因本来有的是要去新加坡，有的要去缅甸，要去沙捞越，因都唔知影台湾这块土地伫遮。啊！即个巴士海峡太平洋有一个漩涡，那船出去小块反风，就靠对台湾来了。啊！所以来到台湾，因认为讲，哇、哦！这山明水秀的嘿，啊，真清气象。这台湾一部好，就是山无上去，这足好。那哪你去爬山去佚佗，这个山清气象。有当时啊，咱来去菲律宾，或者是去泰国，迄条山正垃圾，迄上山皮肤都叫做浆，因为浆气真重。啊，台湾的山、浅山、关山拢无浆气，所以呢，这个台湾的所在，本来遮大来拢全掉嘞。
啊，比今嘛，啊，今嘛啊，就大家安怎想，赚都赚无只，那赚有只，千方百计拢要选你外国，因那选你美国，咱也袂甲选呢，后人要选你阿根廷加巴拉圭啊，那巴拉圭的首都都啊像阮心里的咸水港啊，迄个所在是足浓哦，啊，讲迄个起的所在呐，当然讲叫做交岭啊，要白话话啊，其实啊。台湾这个所在是足可爱，啊，各位，咱以后拢有机会当出去外国行行看看咧，你就了解讲台湾真正袂歹。第一，敢那这部遮丰富，你就难能可贵。民以食为天，人常惊腹肚枵，这腹肚枵了就做无工过，无一零哩吼。所以呢，人若有通食，自然得就较会满足。啊，台湾食都上济，世界无一个国家比台湾食较俗个较富足。你要食上贵个？啊，迄个一道五六万的呐，吃四碗菜尔。要迄个俗啊吼，辛苦第十块，真正吃不了的。啊，你想讲个南部迄个豆菜面，即嘛差不多一碗四两，当加两块。就去华南江加蒜头互你搅。啊，我即个华南江吃重的，甲买一盘两块的迄个大面，拢甲搅一罐高高的迄个华南江笑。搞来迄个面面拢裹成汪汪哦，你贵是？中国那叫钱了啦，面子卖给你省。啊，所以台湾的物件价真俗，啊，穿嘛俗。你像讲咱遮呐，要就衫裤三四千块啊，都足水的啊，吼。要你若讲真正去外国，讲较近的，像日本、新加坡这物件就无当食啦。咱这个西瓜的小叶，我一粒成粒，那长的俗，拢千斤的，一斤两三块银五六粒，尤其是苹果。即马咧买一斤十外粒，迄种鸟粒啊，啊顶皮皮加落酸酸，佮有汁。迄日本人偌硬诶，台湾人一个做即个苹果，日本当叫上大。因为日本苹果大粒加落酸，佮食会饱气，袂甜。台湾的苹果咧加甜淡甜淡，介适合东洋人的喙齿，惊咱遮的口型。所以咱的苹果真是世界闻名。这是政府不要宣传，无干那几项就算得奖。咱台湾人勤食，搁骨力做；台湾人敢食敢做，台湾人骨力。所谓骨力，就是讲一日用二十四点钟，闲袂当讲拢卖困，对四头做过来。所以这个台湾人无歹，拄啊，干那一步较唔好，就是即卖生活规范有较沦陷，道德观念有较歹。这件教育有哪有问题？道理上来讲呐，台湾人当较祥和嘞吼，啊较和气嘞。台湾这块土地经济富裕，人讲台湾钱银卡巴，所以五六天有当时啊，在提倡这本土文化，啊，世界去咧广告，原因就是讲，让这新的一代了解真正的台湾母语，因为这个台湾话渐渐失传去互国内各地安尼攻击，有人讲做闽南话，有人讲河南话，其实我认为讲出生在台湾、认同台湾都是台湾人。台湾人就讲台湾话，迄都唔免为着什么因素啊，什么河南话啊，什么闽南话，本来伫这个所在都是台湾人啊。台湾人就台湾话，你读这间台湾大学都是台湾大学毕业的，迄公关道理啊，咱可爱的男生哥啊，即卖做高雄市长遐啊，为着这个闽南话跟台语嫌别人少争啊，听讲会再叫我们配不能接啊。我认为讲讲台湾话都无什么见效，所以呢，我咧讲台湾话真标准。然后我即马做一本册，叫做《台湾话入门》，拢总呢有四个阿文，七个阿音。这本册可能明年会出来。迄阵呢，然后迄个外国人要来台湾学台湾话，因就足快活。啊，一个迄摩门教的教徒啊，迄他们到关卡上过六天啊，三拢去上这行的这，骑车迄关卡迄美国啊。拢咧学台湾话，但一款牧师新有在甲教的，拢国语翻出来的台湾话，啊，听起真软正，无一款台湾味。啊，所以有一挂人就介绍讲来经过六天学台语，啊，这人哦，大家真骨力，骑下来呢，动咧，啊，都要入来学。哎，唔知一个时候，唔知讲台湾差那么天下，到下来到来骑下入去点外钟出来拢无个。车一个插来买一杯，大家欢喜个；买出来一个面啊苦瓜，啊一个出来的孙啊，好个仔，
因拢会用台湾话算啊。你是不是不要呢？一个出来，就咧讲唱小话无位啊。啊，另外一个讲干将砍你啊。啊，一个大班去，迄个牧师啊，好欢喜啊，胖兄这交代车啊，记得啦，到尾拢会晓讲台湾话，听起拢真正台湾腔。因为我入去拢甲教单音、双音、加三音，啊，所以咧学真紧。啊，我对干三小加去。因为你讲台湾话，若无这几句话吼，都袂好听咧。安怎讲嘛，无台湾话开。哦，咱这人开始就学。啊，我那为着那用清一摆啊。伫天母遐骑车、行计程车，小我的我无好势。哎，本身伊个故意人，哎，我们教徒本来就足故意的。车动的两个人讲。靠地，啊！迄个讲三小，个司机落来就争啊！你娘，你这啊，美国啊，你敢要酸？我台湾人无酸，你得甲酸。啊，到尾啊，迄个无书记来甲讲哦，伊迄个学台湾话，当学要讲啊。啊，上街啊，刚刚讲五六天，你无会讲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台湾话有台湾话可爱的所在，也六月份。咱美国这个教授人协会特别邀请五六天过一遍演讲，拢总有十七场，放在国外，伊要举办下两年啊。也写评书叫我过，而评书人所写的每句话，五六天看一个足感动。伊讲乡亲，希望你来台北，你来美国传福音。用台湾话讲，传福音用台湾话讲，啊！我昨昏甲寄真济这卡苏的录音带去，因接到，逐日都拢在听，甚至呢，因这个家庭听煞，邀请别个家庭来因厝听，因为寄伊录音带袂当分较平，有当时啊十号才分到一个，所以每一暝呐下班了，其他迄九号拢接袂因兜咧听这款录音带。也捌讲同一日放五摆，因为因愈听愈亲切。咱若伫遮烧灯，拢讲台语，无什么意思。咱若如果伫美国、伫非洲、伫大陆国家烧灯，形容你拄啊讲台湾话，我也讲台湾话，迄两个就足亲啊。你住对啊，我住台北，你住对，高雄干高雄。一个住台北，一个住高雄，就呛高雄啊。因为语言的通呢，啊，那如果呢，平平讲住伫台湾，你讲住伫高雄、台北，迄都是一个距离啦吼。因为侬平平讲这个语言就较袂见嘛，所以讲起来，这个语言是流近两个人感情上较方便的。那这个语言有一款是动态，有一款静态。动态语言就是像咱咧讲，静态语言就是行动语言。啊，你像讲咱惊一个日本做那个乱来，还是惊一个美国佬在乱来？我们本身美国话也未通，日本话也未通，要安怎表示用手？只有做行动语言。啊，行情猛回表示我爱你，对唔？啊，无波啊！啊，这安尼嘛会生疏呢？啊，所以各位，这语言的代表有一款是手势，有一款是用话讲。那当期啊，在这个电台的广告，我六天的收获也未少，实际经营呢？啊，本身薪水少，唔过我的录音带销真大。啊，你像讲咱出片的卡数录音带，每一群拢销几十万台。啊，一挂这大型唱片公司啊，大家拢热甲用要崩伊。因想讲奇怪，啊，阮刻意培养的林慧平面啊去整容啊，啊，裙子嘛拢改穿短短啊，拢改去电视咧配歌，一块录音带出来上高销三两万台。五六天跟他清清公公的加酸加臭，一块龙大卖几十万块，跟他那个白牌啊，人道路的就五六枪。因为咱咧想不这个原因，其实足简单，因为五六天讲的是台湾话，那真济这人都爱听五六天讲这款台湾腔，就叫做认同。因此呢，这个台湾人可爱的所在真济，那我清清举一个例，恁就会当感受到台湾人的好哩。讲歹的一面是咱另外用角度在看，讲好的一面你甲探讨看嘛咧，这难能可贵。讲一个过年了，迄过年时啊，伫外国像圣诞夜，
因是安尼好，真疯狂跳舞、开车、饮酒安尼。咱台湾人过年时也无人要佚佗，拢扑咧跋筊要赢钱。啊，你甲想讲这台湾人偌骨力？啊，这跋筊无快活呢？这跋筊坐咧到电视呢，腰脊骨落要酸死，啊，目睭着搁看，惊去用头家子来，迄偌认真呢？啊，你着看到迄残缺的这跋筊，你才有替伊可怜。迄剩一手尔咧踢牌啊，偌紧呢？那人也要赢钱啊，所以呢，咱若用正面甲看，讲伊好多，但是咱负面甲探讨伊见钱，阮也想要赢钱。所以若逢年过节，你若去个公务甲行一遍，迄边啊咧拍麻将皮撇撇，迄边咧皮撇撇，每样咧消遣啊，大家拢想要赢钱啊。所以呢，即台湾人都对经济方面真趣味啊，对即个钱的方面呢，大家足够力赚。讲一个例，介简单，都干那一个过年，我甲算算咧，跋筊人口占800万呢，因了苦嘞，就伫个啦哩，含路边嘛咧拼。啊，这人什么心理，想要赢钱，迄拢甲经济本身有关系。啊，你像即马大家都风险甲即款，啊，伊也咧签，伊也咧签，我都咧想讲古怪，这不时报纸得顶，你也着做头，也爱判刑，当作流氓甲官混。啊，嘴讲起这真重。抓一个大家乐以罗摩的行为上治安法庭，这作者咱呢，也有人去抓，啊！我也都感觉心塞，我就直直骗一个猪头甲叫啦，共歹运我签两支拢掉了。一即马一个签落，开奖有掉了后，经过一点钟，伊用红红我甲你对咧，你掉的钱，你掉几支号码，拢甲你送来到位，伊的经营。比保险公司也更加负责，所以底下我就发觉到讲，这人实在难能可贵。啊，想到当然，因若无安尼正牌经营，根本呢都无人会吃热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这个大家都不是唔好，是春晓型的心。但是讲一句倒当然，当官是省政府啊，这也个大看啊。应该道理上，伊若要废 DJ， 爱国将官都免罚；，要若要罚，唔能硬抓；，要抓爱用宽刀。啊，无我感觉因咧经营的消费形态足负责。你到6点开奖刷，各位，因绝对伫7点8点，甲你包甲真舒适，你该钓的钱拢算好哩。这样呢，都已经有仁有义啦。呀，道理上台湾无仁义的生意人是布满天下。所以咱的经济环特别济，啊，昨下报纸做一个，有咱首长曾经咧讲，讲经济环招100几个去伫外国，到目前为止，费尽九牛二虎，非常有心得，也非常有工作，两位咧。啊，这五个是外国话袂落，要等下袂使啦。啊，所以呢，讲起台湾这个所在地脉，有那值得怀念，伊的前途也算真光明，咱唔免抱悲观。呀，抛开政治卖讲，应该呢，咱个生活都个生活充实。像大家咧读书，因为有爸母咧个咱做东撇，所开个学费吼，呀，所要食个粮食，咱厝个咱款便便，这是真难能可贵。呀，伫美国迄个制度，你要读书，爸母也袂当过，你也去半工半读。所以台湾人个爸母感情拢向下，啊，咱这代爱去忍受一款感情。什么叫做感情向下？这可能真少人了解。老爸一定疼囝，囝搁疼恁囝，公一定疼孙。但是你要囝的来疼老爸，无可能，伊是会当尊重，讲做友好。啊，无这感情本来就向下，一代爱一代。啊，老爸对囝好，这必然的现象。不过我感觉今麦有沦落一个口号，这真无公平的口号。什么口号呢？啊，顶代。为着小可会当过，啊，对囡仔真保守。伊要爱一个玩具，万几块、千几块啊来买回。一旁边的人一个甲讲，啊，这囡仔都免要生遐好，伊就讲理由啊，唔是啦，我做囡仔都艰苦哩，所以咱生人哦，就对咱的囡仔较好哩。当然，想倒转来，因为是大人做会到。唔句话讲倒转来，你安尼对待你这个囡仔，和这个囡仔斗智也无会。所以最近新的一代青年。像阮较早迄代青年有无同款？
啊，阮迄代人，都若像即个白衫穿个鸟，阮就感觉做摇摆。唔免得较多穿五爷五爷，那阮呢讲头家向外，到向内底个。少年家囡仔，啊，都穿甲真青。读到高中呢，就要求阮老爸特别比我多摆啊。阮老爸有带一个人，高中个尔，差袂比我多摆。俺老爸就去遐买一台，啊，一个甲买啊。有一个波停伫阮门口，伊个衣橱啊吼，好用个奶油伫个拍蜡。我想讲奇怪，拍蜡他咧拍衣橱啊，应该是拍伫脸口。我带去拍衣橱啊，我问讲，啊你用那要创啊？肯定唔知咧，佮用我骨骨硬硬要再切咧吼，会出一头钱来。啊，我听一个呢，感觉足好笑个。伊个目的拍蜡吼，伊主啊去甲烟王咧除除啊，啊拍好足骨就对啊，再做那他们除对头前，他们个烂的，因老爸爸头都把了起啊，啊还是这个囡啊，所以呢，这囡啊本身有哪会缺口奶路，这囡啊都唔当会伤好过，这囡啊本身无思想，伊所把的拢大人教，所以伊细汉就知影讲爱惊倒平惊正平，红青平伊拢知这种教育嘛，啊伫这款经营呢。尽量在物质上卖提供维护过，啊，伫西门町咧跳霹雳舞的，可能各位呐用再去看嘛嘞，迄种一挂怪物，男士都头毛电五六色，无就穿了裤脚无够长的，因老爸爱西装的啊。我咧想讲，这囡仔伫只跳这舞，啊，伫只心色，伊这个年纪呢，都啊十七、十六，之间的二十这个阶段，啊，伫这个阶段上，道理上应该当学习的时阵。等爱端庄的时阵，转变伫你家嘛。那你带这个跳舞，啊跳了方看，啊规蹲，啊跳跳来阁有节拍，哦，咱的步骤阁安尼夹顶呢。讲你少年人的精力无当发泄，都爱提供中所单元去发泄者。我认为讲像这个囡仔规蹲端跳舞，除了危害社会以外，我咧看白日来要做国家的栋梁，要有作为足困难。因为那反共大佬要叫这人去。以准打赢我那招输啊！因为呢，迄个无一个中心思想，无起码做人也有关中央之道。这阵查甫人是社会的中心，那我们这查甫人无要注意，人即嘛女权已经烧我咧葡萄啊，你爱注意。白日人呢，无定啊，做人叫做阿伯啦。因为这做人的进取心比查甫较有，啊，即嘛查甫会做推书、做律师的比比皆是，尤其一挂主管级的。已经有这个女性介入啊！啊，讲起呢，这是查甫人的不幸。道理上呢，既然这查甫人那么跟咱争，大家拢带存，跟咱做反馈呢，咱查甫都那别阻人来听咱的话。所以伫清朝年间，我讲迄阵的查甫的作呕，也要叫阻人去拔卡。大汉卡都拔起来，拔起来都惊不落啊！你，食饱拢爱带存，乖乖听话哩。要食饭、啉汤，拢爱靠查甫人供给你。所以迄阵咱查甫人真荣威，伫整个五千年的历史，迄阵的查甫的足摇摆。迄阵的查甫他也是无听话，我要娶细伊就娶细伊，因为你都脚袂方便，脚甲拔起来就跳无路啊。那今麦唔是呢？今麦迄双脚一个叫会行会走呢哦，歹结结。吼，爱得。那查甫的衫裤穿愈少，讲我做愈好啦，呀。查甫人穿少出去，人就精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伫这个社会讲起安尼真开明。即个查某也咧选立法委员、做省议员，啊，大家呢赤白白，啊，像咱立法院有一个可爱杨宝林，各位杨家起啊，甲听我嘛咧，很努中英勇啊，微微倒来啊，万夫无敌啊，真正吼、哦，真啊，军会当冻百外千个哩。这有办，所以这个台湾的所在啊，你祖人已经渐渐介入咱这个工业、农业、啊商业，在做生意的，不一定查甫在做，起码祖人也有正要做呀。那我咧讲全世界，伫人类，咱中国人的查甫上头，查甫人的查甫做到全世界皇帝、武则天，伫世界历史无半个哩，伫英国。有一个首相是查某的，迄是议会制度的，啊靠选票来。但是你专制制度下会当做到皇帝，都敢那历史上咱中国人的查某吴则天，
这讲起来是一个足骄傲的做人代志。所以咧做人你唔能看无缘，咧查甫咧相处，迄查某是比查甫较敖，足论命。迄做人你甲看，头毛拍散，穿甲衣衫褴褛，啊囡仔抱咧，啊领导出来都要食，即卡干菜，伊要去做生意，我上买一斤啊，啊你死东海。现在已经要断开啊！一个五十外吨，啊！那查甫人叫伊安尼做，就变面啊！囡仔就摔破架架，你命无缘啊，出无路啊！就是做人实在是不简单。啊！这台湾查某啊，世界上车的查某，你敢捌看到迄个街头含尾伫外国做人都做人咧相拍，都我敢那台湾有。因人也去带一个查某去横某当掉吼，无讲无胆子外就白啦，你做嘛抓着啊吼？啊，就抓啦！啊，迄个唔原始就抓啦，拢对群生抓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台湾查某讲起也是真歹，但是这款拢好因为，因为讲起呢，这是一款家庭的小纠纷，无损害代替。啊，我老天当初西讲所讲的，拢跟台湾有关的事。那、啊、你台湾这个所在有几个行业人看不起，实在吼、哦，咱各位唔通看不起。这做西讲的。做基同的啊，这个台西人的土工啊，这种种社会属性，道理上这种比正常人较伟大。这个台西人呢，这个做西工这个人，伊是妹妹经文无受占用。因上乡巴的时阵是多西工二千的，多咧养猪家的田的位迄阵呐，无出咧往看无分利，是安怎？因为因拢想讲，我做西工。普通百姓拢想讲，西工无出团，其实做西工的报酬，并无阿姨普通咱一般社会人。啊，西工的地位也未歹。你松树台湾人有风俗，你无去迁就这个风俗，秘书今日孙啊无咧办松树烧香。所以这西工有当时啊大日上好的一日捌走七八番呢。伊都这个也要叫，这个也要叫你。啊，这西工的那一条龙多团结的。所以我跟您讲，恁上都会使得失，干阿西工，何里袂得失？是安怎讲？因为这西工足好诶，因为有东派，一派上大东。伊个西工看日个土工啊，袂蒙白，啊，甲你做土水诶，伊拢一条龙。